学弟，你也是来面试第二次了。哎，这公司也要求太多了，也有存款要回投资，也有被动收入，还要有保险。嗯，不理不理，那个大家都有啦，我妈妈小时候就帮我买过了。只有这样是不够的哦。兄弟你好。意外随时会发生，兆丰退休见证武力分析你的财富，稳健你的第二人生。